国羽头号男双谢霆锋表示，大马男队在本届汤姆斯杯小组赛的签运蛮好，这也意味着他有一定的信心大马能从小组出线挺进八强。毕竟大马避开了14届冠军印尼、10届冠军中国、卫冕冠军印度以及整体实力平均的2014年冠军日本。大马男单应该由26岁的李子嘉、24岁的梁俊豪、23岁的黄智勇，男双应该会由大马历史首位世界冠军谢霆锋、苏伟毅和第二男双王耀新和张玉宇出征。